怎么回苏州也不大家打个照面啊？那儿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怎么着？这次回清河，和那个送水的重修就好了？ 行啊，看来我是管不住你了。不如咱们就达成一个协议。协议离婚吗？我才没那么傻，现在跟你协议离婚，美着你。不然呢？协议什么呀？很简单，你不是不想回家了吗？我认了，从今往后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不管你。但是，你这店每个月要支付我20万的花销。 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这个饭店是我王娟个人名下的，与你无关。正因为是你的，我才跟你协议。要不，老子早就把这店卖了。